少年人的哥哥是怎样的体验。大家好，我是梅梅，这是我的哥哥梅朗，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两兄妹。我超爱我的哥哥，虽然他有的时候有点黏人。妹别走摇，快来玩。我忍，别动哥，把你的脑袋点洗一下。我忍，哎呀，别动了，哥哥我都烦死。哥，你看我高兴吗？高兴吗？高兴吗？小朋友，你是否喜欢跟我画色色墨？今天我看漫画，我正在学画画。不行不行，受不了了，我生气了。哼。看我的厉害，我超凶的，哇哦哇哦。贝哥错了，哥错了，还不行吗？轻点。没办法，亲哥只能自己宠着了。看什么看，还不快给本虎点赞转发。